老师讲讲今天画画主要的内容啊。虽然它比较复杂，难度在哪儿啊？就是这里好像一块一块瓦一样的在头上，它是它的鳞片啊。它的靠这个呢，脱皮也是这样的，一块一块慢慢退出来。最黑地方是眼睛，还有这几个道道啊是比较黑的，其他地方都是 light gray， bottom light gray， and top light gray。